干语无伦次了。我现在要来讲一下下一首歌，下一首歌是一首关于我们的梦想的歌，它叫做《有钱人》，这是一个在诉说我想要当有钱人的一个梦想的歌。我在韩国瑜当选高雄市市长之前就已经写好了，对，他抄我，他是个贱人。然后我现在要来教你们怎么唱这首歌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的。水。然后我想要怎么唱？好。未来有天我想变成有钱人，我会变成有钱人。下一首歌，有钱人。干好手，我们剩下最后两首歌。